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，就是所谓的小灯哦。然后，但这颗灯泡呢，不知道这位看不看得清楚哦，它的外形。这就是麦可取的一个名字，叫做杀人灯。哦，当然是顾名思义，听起来是有点惊悚啊。但是其实意义上代表就是它非常非常非常亮。这是由100%台湾红利国际制造，然后机车部麦可仓库机车精品总代理，然后美国科瑞的晶片，哦，正美国科瑞的晶片，然后正台湾的商品。然后看一下它开灯的情况，哦，非常亮。然后现在光圈的话会慢慢的缩减，但是现场看起来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刺眼，几乎没有办法很长时间的用肉眼下去看这颗灯泡。我们再看一次，关灯。好，然后手机的光圈会变大，然后我们再开灯一瞬间，大概可以感受到它的亮度会比较准确。好，不知道这样各位看不看得出来。好，那这种商品基本上还是请各位最好到现场来看看会比较好。杀人灯的部分，那杀人灯其实只有两个颜色，那白色跟蓝色。哦，那各个角度可以看一下下。好，谢谢各位。